用拳头杀死人，用拳头报仇怎样？剩六十六个人，我什么人都没干，我什么事都没做啊，然后就只剩六十六个人了。你大概往这方向吧。被淹死怎样？我、哦、看，看看看，有车有车，快跑！哇哇哇！喂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人？喂！卡住了，等一下，刚刚卡住了，这是什么？战斗库。Round one, fight！ 哇，干干干干干！刚刚是有人打我，是不是？这里不安全，这里不安全，我要跑，我要跑了。被石头后面，这里。看一下地图。然后我现在站的地方是安全区，就安全中，安全中的安全。哦，我干，老输了，吓我一跳啊！哪里啦？人在哪啦？安全中的安全。安全中的安全。第十三名，可恶！可恶啊！排名得分179，其他得分20，生命值20。啊，至少排到13了。第一次就排到13，我也觉得我蛮猛的。我刚看到 CPU 跟 RAM 爆炸了，干，闭嘴！不能呛我，根本是火把，闭嘴，闭嘴。那是因为我躲的位置不够好，如果我躲好一点的话，就不会被打到。所以我刚刚应该躲在屋子里面，不要出来才对。那么这一节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。